即日起捐款518用爱守护，满额就如刚刚心灵所说的，可以得到限量呼呼的疗愈组，让可爱的呼呼可以陪伴每一个需要的时刻。为了呼吁民众关注家暴议题，现代妇女基金会特别邀请金钟事后钟心凌担任公益大使，并与袖珍模型设计创作家黄峰然共同揭晓以家暴为主题的袖珍模型，象征揭开家暴家庭门后隐匿的真相。真的在跟现代妇女基金会他们在聊天的时候，这真的是他们的个案，就是他们去那个就是很多个案然后看到的那些状况，而且其实真的非常生活，包括比如说里头真的什么电风扇啊，然后什么摇椅啊，然后椅子可能断掉或破掉，然后吃过的泡面啊，那些零食包，我觉得这个东西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生活的。可是其实你会发现，哇，原来一墙之隔有这么多的故事，然后其实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我觉得不是说我们的家庭有多么的幸福平安美满，其实真的都有一些问题。可是我觉得真的如果到身体是被受伤就是受伤的状况的话，我觉得是真的或许需要走出来，或是需要给一些支持跟鼓励。它也是 3D 就是列印出来，可是我们特别把它割破，然后就是他们，我想成说大人就是拿着那个衣架嘛，打小孩嘛，所以衣架也是歪七扭八的，对。然后就是沙土啊，喷的到处啊。然后这个窗就是地毯，我们故意用一些油脂啊、油渍啊、水啊，然后火烧的感觉啊，对。然后就是小朋友的玩具也丢的到处都是啊。这次很高兴可以跟现代妇女基金会做这样子的联合的一个合作，那我们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算公益的一个建制这种家暴案件的一个场景，所以在我们过往这些温暖的场景里头，现在要把它做成特别是家暴的那种背景，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一个困难，因为他要把它做新之后再把它弄旧，那把它做破这样子。那我刚刚听到那个心灵这边的看到这模型的第一感觉，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就是他自己不是这一行的了解者，他可是他第一直觉，这对我们来讲是最直接鼓舞的一种力量，对，所以就代表说我们其实未来像这样子这么好的一种事情，我们应该社会大众要更加支持鼓励这样子，对，然后可以让就是台湾的这些家暴的这些孩子或大人们，让他们有一个很健全的家庭，对，但是我们一点点的力量其实可以影响一个家庭一个孩子的一生。这个模型其实很多默默的无名英雄赞助我们，一直让这个计划可以前进。对，那我非常感谢这些我的这些学生的家长朋友，他们不计其数的在后面一直支持我们做这样的善的好事。那这一次的话，我们请黄峰南老师来，也就是说透过这样的模型，然后一个家暴发生以后家里的情况产生的一个变化，跟他产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对每一个人心到底有没有一些的刺激，或者是一些的感动，或者是一些的认知，那这个这样透过这样的一个教育的时候，大家才知道哦，原来在经过这样的一个打闹的过程，甚至有这样比较激烈的这样的一个肢体语言的时候，那可能家里面的东倒西歪，让孩子在这个环境里面，那可能产生了一种没有安全感。然后呢，夫妻之间可能又虽然可能将来还会把它重新整理，但是这样的一个成果永远是烙在这个孩子的那个脑海里面。为了支持家暴防治的518用爱守护计划，三商家购也透过旗下的美联社新蒲市集举办活动，共募集了783,000元，捐赠给现代妇女基金会，协助受暴家庭。我想我们没有办法忍受暴力，那我们也不能漠视暴力。三商家购旗下其实有美联社、新蒲市集，甚至还有一个 Thomas 药妆店，加起来全省有800多个点。那我们的员工跟顾客绝大部分都是女性，所以我们更责无旁贷的应该要跟基金会站在一起做这样的事情，这样有意义的事情。这次的捐款其实只是抛砖引玉啊，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企业能够加入这个活动，那我们也共同来呼吁518这个活动呢，我们要一起来支持。
现代妇女基金会常年从事家庭暴力防治工作。根据卫福部统计数据显示，家暴通报案件持续成长。2021年，家暴的通报案件数逼近15万件。因此，担任公益大使的金钟事后钟心凌也呼吁大众能伸出援手，响应捐款赠呼呼好礼活动，来帮助受暴家庭。就是我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跟现代妇女基金会合作，因为就是一个518用爱守护行动。我那时候说，什么是518？就是扶一把的意思。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如果有能力的话，我觉得可以扶一把，然后让自己都是旁边的人的慰藉，对，就是我们可以是别人的呼呼熊。那其实金额也没有说要很大或什么，但是我觉得那份心意，我们就其实会满满的感受得到。对，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现代妇女基金会518用爱守护行动。那只要我们有一份的关心，哦，当我们听到或是看到一些的迹象的时候，我们可能打113哦这样的一个案，或110可以来把这个通报警察，那可以来把这个案子先暂时的制止，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也许我们可以再站出来，我们来集大家的力量，哈，透过我们像我们类似的公益团体，我们的基金会来帮助这些的妇女来重新的站起来。那大部分的妇女，她们的这个都是受到这个经济的控制，所以要走出去是很难的。那很难的时候，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我们社会公益团体的话，那可以来帮助他。现代妇女基金会也期盼在各界串联携手下，一起来协助家庭暴力防治工作。任何微小的支持都能给予受暴者勇气，帮助他们走出家暴。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